鲜一洗，蜜芋头红豆冰沙，暖心上菜喽！我的冰块，300。然后这芋头，我们加150克，大概加160。客人喜欢甜一点，这个再加30克，这是植物性鲜奶油。炼乳一样加30克，刮一刮，它破出，不然会浪费。这些食材都是很容易取得，所以大家在家里可以尝试做一下，做给你的好朋友、家人吃。